你要去相亲？是条件不错，不输小舅舅那个相亲对象。可是你不是要……我妈硬逼着我去的。约了周日，你以为我想去啊？那就不去了呗。我们不是说好周日我请你做 SPA 吗？嗯，我的烦恼你不懂。你妈是着急催你结婚。 他完全是在磕 CP， 啊？他单方面觉得人家条件好，觉得我们特别合适。他是做什么的？大学老师。这年头，大学老师怎么遍地都是？啊？嗯，没什么。哎，我是问他教什么？教金融的。金融？哦，那和舒玉姐倒真的蛮配的，你们聊天的话会有很多共同话题。 可是这样的话，你的小舅舅怎么办？如果我告诉石燕，我被逼着去相亲，石燕，我妈逼着我去相亲了。我们，舒逸，别去。不对不对，石燕不是这种人生。 我没办法违抗我的母亲，我只能去相亲了。我不同意，我这就去找你母亲，说明一切，阻拦这件事情的发生。没用的。无论如何，我绝对不允许我的女人去相亲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以实验的性格，就算我告诉她了，她只会。 实验，我妈逼我去相亲了。好，那郑记者请加油。